兒童的正常生長需要生長激素，同樣的是任何教會都需要愛來成長。愛對於地方教會的質和量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。保羅稱讚帖撒羅尼迦信徒的愛心行為，但他卻繼續地為他們在愛中成長祈禱。愛是基督徒生活的表達方式，並且它是教會成長和健康關鍵的要素之一。愛是永遠不足夠的。讓我們思考保羅的說話，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，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。請你向神提問，親愛的主耶穌，你能賜給我更多的愛嗎？請你實踐所學的真理，祈求你能夠擁有更多基督的愛。請向別人宣告你的經驗知識，請同信徒分享你的經驗。